불안 뮤직 더 된량 녹화. 我们节目啊，现在每一集播出以后，那个电话都被打爆。哇哦！大家都打电话进来问说那个歌手的最新状况啦，然后还有节目重播的时间。哎，可是必须，如果看过一次两次不过瘾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为了回应广大观众的需要哈，我们在那个 FB 有成立官网，你只要打music到天亮，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集的播出内容，还有原始的这个官网上面也有。 哇，对，而且还有漏网镜头哦。哇，那这样子任何时间都可以看了。诶，漏网镜头，嗯，我要开始害羞了。所以嘛，这么用心制作的音乐节目就在 Music 到天亮。 Yeah.
嘎西烙乐团。多部的和声带出嘎西烙乐团独有的层次，舍弃了爵士鼓，浑圆的手鼓声搭配着吉他的和弦，更显出清亮的嗓音。一首首扣人心弦的歌曲，带出嘎西烙乐团对于原民文化的深耕与执着。大家好，我们是嘎西烙，我是韩立，我是李信，我是阿杰，我是阿怒。哦，欢迎欢迎，嘎西烙乐团来到节目当中啊，真的欢迎。以前团员里面没有女孩子啊、哦，对，李信是跟我们差不多将近快两年了啊、哦，快两年了。之前两年前是没有他的存在。我就听到韩立说他要找女歌手，嗯，然后就想说，刚好他是我的远亲哦、所以就想说好，那去加入。去体验看看，然后其实对团员还有这个乐团到底是走什么样的方向完全不清楚，没有没有也没有之前没有听过，到现在还是不清楚。哇，这个就强了，是这样子吗？对啊，而且那个我知道嘎西烙好像很非常的随性哦，所以他会有这个问题啊。是，其实在表演当中是比较随性一点，但是随性中还是很好听的，那是一定的，那是。所以你们的配置就是乐器也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像今天就跟之前之前有上上过类似，就是我们云明台的节目，就是用比较摇滚的方式。那今天就是比较 unblock 一点。对，手鼓哦。所以阿怒平常就是打手鼓吗？我平常是在弹吉他，但是也有在练手鼓。改编是阿美的古谣嘛，那个里面的旋律会不会就是需要跟那个阿美的一些旋律线啊？那当然了，所以有些歌虽然我们随性，可是像韩立他们会跟我说这个歌的意境或是故事的前后，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超太 over， 然后他会跟我说回来一点，再拉回来，对，可能这个不需要那么紧张，所以还是要沟通，其实最重要的乐团要沟通。你们的其实你们的 key 哦，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来分配你们的高低音？其实像韩立的话，他是给我很大发挥的空间。他就是唱完一首歌之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要合音啊。我说好，然后我自己和我觉得我会自己调整嘛，调整到他觉得 OK， 或者他觉得这个地方不要唱，这个地方不用合音，他就会跟我讲，然后就这样子很自然的去唱出来了。然后如果我一直唱，他没有纠正的话，我想那就是对的了。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其实真的这个乐团很随性，很随性。有没有随性到你受不了的时候？我已经一开始会啊，对，因为想说要彩排嘛，不是会排歌单，排歌单出来，结果真正开始演唱的时候，没有一首是对的。没有一首是一样的，这正常的。因为就是会照着现场的观众朋友的那个反应来做调整，所以没有一首是一样的，也没有照顺序过。好，一开始会觉得说，这时候不是换我了，怎么还是没有？那什么时候才换我？然后后面几场表演之后我都不问，他说彩排我就好照彩。采完了，然后那个制作人员就问说啊，你们等下第一首是哪一首？我不知道。哦，这表示你们练非常非常多首歌曲，对，随时都可以台上见。平常的那个功夫是下得很厚实。像韩立会很严格吗？他对音乐的要求？会，对，其实他对如果是就是一整个乐团要呈现的感觉，很要求的，尤其是因为我们要就是。表达出来的是我们原住民不同的风格，所以韩立他会在这个地方比较要求，该干净的时候就应该要很干净的。对，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嘎西烙他们生命的历练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流浪记》。下的家，我实在不想轻易让眼泪流下。
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我实在不想轻易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唱出歌声里的那幅画，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实在不想请你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怎能学会虚假？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唱出歌声里的那一幅画，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那幅画？选这首歌《流浪记》，其实这个也是因为巴奈他写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他从乡下，然后到北部来发展，就是他的工作还怎么样，可能遇到很多的生活上的问题，然后可能也许是在都市上被都市人那种讲骗也不是啦，就是说欺负也不是欺负，就是说比较压抑，对，就可能说他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从乡下，然后
从高中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过生活，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出来，就是有感而发，就是想要唱这首歌。阿怒也是这个原创的这个佳作。对对，好，在真正的佳作，真正的艺术家。对，真的就是深藏不露又不讲话。啊不，所以你在打鱼，就是阿美族的那个传统的这些，就一定要阿美族男生一定要会啊，撒网、抓鱼、潜水、射鱼都要。哇，真的不会会怎样？会被笑。然后被。尤其因为阿美族有捕鱼季啊，哦，阿美族有捕鱼季嘛，所以捕鱼季的时候，虽然说现在都是用去市场买，但是不买，这样的还是要去打鱼。没有没有，从来不会去市场买。哦，不会哈，不会不会，要自己打鱼啊，自己撒网，撒网，那是真正的阿美族。而且现在是平常就有在教学这个吉他的部分了，是，对，就都教多大年纪了？其实现在因为教学的体制、升学的体制有改变，所以其实，年龄来讲其实很广，有从小学到甚至有七十几岁的爸爸，那个阿伯来跟我，因为他可能以前年轻想要学，可是没有时间也好，或是说家境的关系，可是现在对，所以其实年纪上来讲其实还蛮广，所以就是年龄层比较宽。韩立，经营一个乐团应该很辛苦吧？经营一个团为什么不容易？就是说乐团我们也不能靠着乐团为生啊，所以说很多的经济的那一些负担啊，可能说不能就完全投入在我们音乐这一块，然后还是要再找另外的工作，所以要经营的话，就比如说李信或者阿怒他们要完全配合嘎西老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劝他们说要把所有的心思放在这个乐团里面，因为我第一次听那个团子都不要全心投入。对，我看到李信的表情这样，因为什么呢？一整个投入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会另外的工作可能就衣食有缺了，对啊，会变成衣食有缺。所以我也是建议说，大家就有自己的固定的工作，然后我们再一起用兴趣来玩这音乐，会比较快乐。对，其实好像这样很平衡啊。是不是因为也是有了家庭啊、孩子啊？对啊，经济上会比较可以负担得起的。对，男孩子还是比较有压力。对啊。你们有对年轻的，就是对阿美文化啦、对阿美的歌谣有兴趣，这些会去教吗？还是什么？如果是像一些国小，像我们部落里面就有一些国小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就比如说我们在唱歌，他们会跟着我们一起哼，就是我们一个聚会，在家里前面，然后烤肉，然后唱歌，然后他们就会跟着我们一起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啊，对，创造一种环境，对啊，生活的环境，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不要说。唱歌就是用逼的来去唱歌，就因为唱歌本来就是我们原住民的生活，对啊，对，没错，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生活当中来去传承。很棒。那你们专辑有在计划什么时候？目前就是在筹备中。然后希望就是说，我们专辑并不是说就我一个人创作，可能阿怒的创作或者李信的创作，或者阿杰他自己有他自己想法，或者说我们对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创作的话，我们都会做一张就是我们嘎西老的专辑这样子。其实做原住民音乐也不是这么容易，而且在台湾这个环境，原住民音乐只是说现在最近是慢慢被接受了，但是在以前我们在唱原住民音乐的时候，还是会被就是一般的听众会说你们可以唱别的歌吗？但是我们还是蛮坚持这一块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表演，譬如说五十分钟的表演，我们一定会放二十分钟的母语歌，这样子，太棒，就是来去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歌曲，从民谣、原住民的歌谣开始唱，然后再给他改编，然后改编比较 rock 或者说比较就是现在主流音乐那样子，让他们可以接受。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合唱团的这个组合以及养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哦。当然，他们用这个母语的歌曲来做传承，然后用新作的歌曲来做他们诚意的表达。我们也希望说朋友能够继续的支持嘎西老这个乐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他一首歌曲，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有些许的这个哀愁，但是呢，我们会把哀愁化为我们更前进的力量。我们一起来欣赏。
不是一只小小鸟。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mo'y sauki bagat maling di mata Supo magkat hapoy di daya Saudi mento panpahay sa...他不来，我们不吃啊！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老鹰的翅膀下喝咖啡。At least if those baby bees are crunchy, maybe I can eat them. Otherwise,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You know, 他们刚刚说很开心我们来。They said we were the first people who came up here to shoot this episode her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通过。立法目的包括政府必须要推动花东产业发展，维护自然景观，发展多元文化特色，提升生活品质和增进居民福祉。昨天对于花东发展400亿经费运用有什么期待呢？11月19号花莲静浦活动中心让您发声。瑞穗温泉特定区计划案被花莲县府写进东发基金400亿的规划蓝图当中，但万荣乡红叶村占温泉区1/3面积，当地族人表示未取得知情与同意，漠视在地族人知的权益，并且有80%左右族人反对纳入瑞穗温泉特定区。11月20号，红叶村多功能活动中心让您说您想说的话。台东医疗资源原本就不足，有限的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台东市区，南回县只有卫生所和一些小诊所。当地18000多位居民很期待有一家提供病床的医院。原乡地区的医病比例及医疗资源严重不足，长期存在健康的问题，相关单位该如何解决？11月22号，台东大武乡大鸟活动中心，请听族人的心声。连接部落与部落，原地发声，呈现在地观点，敬请锁定。般歌谣，在下了林地的休息与烤火之时，大伙儿一把吉他，总能哼哼唱唱编出一些歌曲。而这些大多男女互吐情愫的情歌，由林地带往部落，再经传唱之后，汇集成今天一首首经典的部落金曲。音乐保留地，
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篇生命的乐章。嗯，你看，以及达到，我觉得他的口簧琴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对啊，能够把一首这个泰卢泰雅族的，泰鲁格的泰鲁格的这个情歌表现出来。对，这已经是一片口簧琴，已经是多功能使用。赞歌也可以，情歌也可以。你有这种人生经验当中有没有办法表达的情愫吗？没有办法表达的情愫哦，现在也都是把它埋藏在土里了啦。真的哈、哇，对啊，你看，像这个情歌的过程当中，慢慢发展成，你看有一首歌曲《小米酒》，不知道你们听过？哇，这个不会就不是原住民了。真的吗？真的、你唱来听听，我是不太会啊。小米酒，我爱你，没有人能够。比你强，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对啊，随便一哼，原住民吉他拿起来，通常刷下去，十个人、八个人第一首都是唱这个。对，尤其处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在林班区，我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不只是把自己心情做一个表达之外，也在惶恐，也在纳闷。我这个女朋友到底会不会啊？对啊，思念的这个情人到底会不会等我回去啊？像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一首歌啊，叫做《你是我的情人》吗？你是我的情人，不是这首啊，那首是刀郎的。这个是我们柯信义同学，他上次带来这首是，所谓这个泰鲁格的国歌了。对，是，就是那个你是我的情人，泰鲁格的国歌。是啊，哇，这个红到这种程度。对啊，那他这次要带来的也是他的创作曲吗？这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好像是林班日记哦，日记，用歌来写林班日记了。哇，一般讲实在，我们在山上只有镰刀啊，那就比只要用歌，思念写日记。黑少尼乌哇阿当沙乌拉，乌沙苏布肯巴勒那奥。Papa le la wa papa belo gui Musa supu kempah tegia Bui soki bagam temeling bit mata Supu pekan hapui bidaya Saudi mentok kempah li Saudi uwa Iyuk tahap etak nawana Supu kempah le naau Papa le lawa Papa belogui Musa supu kempah tegia Mui soki bagat melenggit mata Supu mekan hapui bidaya Saudi mentok kempah le Saudi uwa Iyuk tahap heitak nawana Mui soki bagat melenggit mata Suku mekan hapui bidaya Saudi mentok tempah li Saudi uwa Iyuk tahap heitak nawana Iyuk tahap heitak nawana Iyuk tahap heitak nawana这首歌是情歌吗？这个泰鲁格的朋友，如果你不看他的意思的话，你会觉得哇，这蛮欢乐的，蛮甜蜜一首情歌。其实是一个歌到这个山上去工作嘛，到林班去工作，然后呢，这个水源村是他的家乡，然后呢，就说哎呀，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了，拿着我们的这个工具，拿着我们的金镰刀，背着我们的这个竹篓，我们到林班去工作，工作啦，怪不得孕育出啊。
这个我们这个泰鲁格族的青年，有那么多这个音乐可以表达。对啊，就像那个水源地的那个流水一样不停啊。在这个1950年、196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啊，我们这个原住民朋友啊，受雇到林班去工作。对。哦，可是呢，经过这个时间的这个进步转换以后呢，这林班的事情也慢慢的这个衰退了，没落了。嘿，大多数这个强壮的原住民朋友开始投入在这个矿工啦， 这个矿业，或投入在这渔业、跑船啊。对呀，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光是矿业这个部分就1/5的原住民族朋友。真的呢，大量的投入。矿工里面有1/5是原住民朋友，还有这个渔业呢，有1/3是原住民朋友。可是，在当时呢，我们原住民人口数才2%而已，你看那个比例多大。所以，大部分的原住民都是在做这种辛苦的工作。对啊，对。所以呢，这个原住民族啊，在歌当中呢，都潜藏出很多他们生活上的哲理呀。对。像今天要介绍的这两首歌曲，一个是《小秘密》，一个是。相见又相离啊，相见又别离，很多的思念，都藏在这首歌曲里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啊，这个哀伤的情绪有点不能自拔哎。嗯，小秘密，嗯，相见又别离，哇，两首情歌都心里面都是有非常无奈的那种离舍的感觉，嗯，又不敢讲，对，好压抑哦。哦，真的压抑。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族男人，嗯。往往好像不止男人，连女人也是一样，也是差不多，很压抑情绪，嗯，哦，不敢直接很直白的跟你表达，嗯，为什么要这样哈？嗯，可能就是太直接了，好像又少了一种美感哦。像刚才这个小秘密跟这个相见又别离合在一起，这两首组合的，对，你能举列出来有另外一首两首组合的歌曲吗？组合的歌啊，有时候我们救国团的时候都会在一起的，嗯。基本上，反正如果是大调的歌，就是 C 大调，就从头唱到尾嘛。你看我最熟悉是《偶然》，再加那个《为什么》。好，为什么？偶然跟为什么？对了，为偶然就是那么偶然，就变成为什么忘不了你？哎，对对对对对，一唱就有了。对啊，马上哇，这两首歌连在一起，天，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和啊，哎。你什么时候会唱在部落里面唱歌？哇，多逼一下。就是被踹出去的时候。被踹出去。对啊，必须唱歌，快点唱歌，这样必须唱的。虽然部落很多趣事啊哈，但是我们这个林班歌，最主要的那个基底还是哀愁。来，接下来我就听了柯俊杰所带来的林班诉苦情，有一点演歌的味道哦。嗯。
manusia gagami ai yang amanu di masuk ama歌曲哦，有真的有一点这个日本演歌的味道。嗯，那时代背景对不对？对，因为那时候日剧嘛，所以很多的歌那个曲调都是日本的曲调。对，你其实这个歌词蛮有意思的呢。因为他在山上工作的时候啊，他看到一只鸟，他听到了啾啾啾啾啾啾，他以为是喜鹊。就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回家的时候一看，哎呀。他的知心的朋友结婚了，真的有喜帖哦，有喜帖，哎，在上面桌子上，一打开，哎呀，您是不是我？就换掉了。对，哎，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难忘的心上》这首歌，这首歌曲就是我们的伟大的高老师，高老师，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他从这个部落来到台北，然后在这个印刷厂，印刷厂的这个宿舍，那时候也不算宿舍了，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宿舍，就是一个铁皮屋，然后在那边，我想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印刷也不是很熟悉，可能啊被师傅啊教训啊整啊骂了要求了，心里面一定很难过，一定会开始怀疑我到底走对没有，我到底来台北对不对？越想越难过，想到家乡里面的人，其实难忘的心上人并不一定是，不是亲，不一定亲人，心里面的人，对，摆在心里面，爸爸啦，妈妈啦，所以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讲实在，那个难过我真的能够体会，所以音乐真的也是提供给大家这个一个出口了哈。对对对，你看说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节目有伤感的、难过的，其实我们在就是要表现我们心里面的思念，我们心里面的不舍，啊，用这个词曲呢创造出来，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人，或是代替更多的人，把心情呢来做一个抒发。太棒了，今天这个单元，来我们来听高老师所带来的《难忘的心上人》。
哎呀哎呀哎呀。心上人离别了你，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呀，心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亚罗湾是美丽的地方，樱花一样，哎嗨呀有我们的歌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我的亲人。大家好，我是雷雅，想要听我唱歌就锁定 Music 到天亮。穿过高山，经过海岸，从都市到部落，我们用劳动换工，拜访族人，这就是部落二人族。Ingkasya masantubuan hai mada umum maris bunun apa tahu mas waktu tu saya duan hai na mapasado kai min mas ini saya nasi asang tu in humisan saya duan pas nabana. Esy tu akin senseng la simbung tapi ni yak tu asidah lep jami tenang kacai sian. Ada si pacunan, ada si tau cikran tu ijot kada baca simbung. Letena kumlang tu kumutakuta ngaji day asyakai tucuk. Siwong nukui gubian kan hiaga musakjai halagun ni tak yon nukui itai tawang yon nukui kezi kezai ni ga yon nukui kenkan kani ruk musakji mo israsun ni tak yon kuala nukui cimwanan pinji an kuala cimwanan kani uji雷雅曾以合集《奏女在唱歌》入围金曲，歌唱实力备受肯定，近期更跨足大荧幕挑战电影的演出，努力诠释出原住民的乐天以及感恩的生活态度。Could offer you an embrace to make you free.
想到你，哦，之前因为太忙了啦，都没有时间回来。对啊，而且雷亚除了唱歌唱得这么好，现在还整个跨足大荧幕呢。哎呦，哦，这机会啦！他不仅仅是这个话剧，嗯，好之外，现在跨到大荧幕，哎，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哦。就整个应该是说这个电影的拍摄啊，跟我之前的拍戏剧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电影毕竟它会要求的比较多，因为是大的荧幕嘛，然后很多很小的细节，可能就是你远处一个多一个垃圾桶啊什么的，它都没有办法，就是都要再重来重来。那可能一个场次可能就要一整天的时间，那不像之前拍戏有没有，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场次表就哇一天十几个场次这样，那电影就是完全都不一样，很精细这样。对，但是电影工作来说的话，我比较喜欢电影工作，因为应该是说不是很累吗？是很累，可是就可能也是因为没有那种时间的压力，就拍到好为止嘛，品质对，一定要完整，就整个工作的那个内容都还蛮开心的这样。好棒哦。哇，那你跨着这个大荧幕，这部电影你演什么角色？哇，这个真的是跌破眼镜哎。我这一次是演一个很年轻的原住民的妈妈的角色。然后
应该是说推翻我以往戏剧的那个样子，因为之前我的戏剧我可能都是演比较苦情的原住民，就是那种被卖掉，然后卖掉，然后我一直要挣扎，然后一直哭什么的，然后就还是酒家女这样子，有没有？但是这一次演出，因为这个电影它的故事是围绕在眷村，然后那时候的眷村其实是很可爱的，因为有老兵嘛，对对，然后又有客家族群，然后又有原住民族群，所以这整个电影呢就是围绕在说这些眷村里面各个族群他们的相处，对，然后我在里面就是比较活泼的原住民，对。有没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你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哦，我记得，因为我们这部戏的主角其实是小孩子，然后我们里面有最主要的一个女主角呢，就是她也是大概六七岁的一个女孩子，她就是会比较小孩子的脾气啊，不要就不要了。对对对，我们常常会就是拍到一半，然后她突然说我不要了，哎呦累了，对，我累了，然后就看着那个小朋友，就是他们还是很懂事啊，他们知道说就是一定要拍完什么什么，大家都在等他们，可是你看到那个小孩子就是眼睛都张不开了，就很辛苦，对，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就让我觉得说哇，我小朋友都这样，我一定要更努力这样。那你这个就是大荧幕的这个经验啊，有没有再带回来在你现在唱歌有一些影响？其实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在其实每一次的演戏啊都是对在歌唱的投入都有一些帮助，因为毕竟戏剧是把你内心的情感去释放出来嘛，就是释放出各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高兴、生气、难过，那这样子在我回来唱歌的时候，我会更知道说我要怎么去释放我在这首歌的情感，就是难过的歌我可以把情绪压到哪里，而不会太过或者是不到这样子，对，还不错啦。其实电影跟话剧又不同了，对不对？哦，真的，那个舞台剧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真的是很可怕，现场直接来的哦。对，那对我来说，那是我应该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我第一次站在台上，我会脚发抖。哇，我站在那时候我们是在，你已经有很多演出的经验了，还会发抖？对，我而且我那一次是抖得很严重，不能控制，就是穿高跟鞋。我们第一场的那个演出，我一开场我是要从二楼，然后走楼梯下来，那个灯一亮，哇，我的脚就一直抖，一直抖，然后抖到整个那个二楼的那个板子就一直这样抖抖抖抖抖。会不会太强烈？因为你会一直想说，哇，完了完了，我没有办法再重新来一次，然后接下来一定要就是一次 OK 什么什么，就脑子里面想太多，对。所以舞台剧对我来说是也算是磨练很最磨我的一个地方就对了。哇，雷亚，你接下来要带这首歌曲是开心的、是悲伤的，还是什么情绪啊？我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叫做 Price Tag。Price Tag。对，那其实它内容就是在讲说，我们现在人对生活好像都是用价钱去衡量。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我们来欣赏雷亚带来的 Price Tag。Seems like everybody's got a price. I wonder how they sleep at night. When the sale comes first and the truth comes second, just stop for a minute and smile. Why is everybody so serious? Acting so damn mysterious. Got your shades on your eyes and you hear so high that you can't even have a good time. Everybody looks to the left. Everybody looks to the right. Can you feel that? Yeah, we're paying with love tonight. It's not about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t to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yeah. And about cha-ching, cha-ching. And about yeah, ba-bling, ba-bling. Want to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刚才沉浸在这个浪漫的气氛当中，现在是哇，马上轻快的，对，哦 ，money money money， oh yeah， money money， 对啊，哦，英文歌唱的相当好啊，非常棒哎，你是怎么样？小时候住国外吗？没有，因为我小时候。老人家都在听那个，就是比如说披头士啊，然后一些那种西洋老歌。因为我爸爸他们很喜欢听英文歌曲，然后我的大姑姑，她又是在美军俱乐部驻唱。哦，对，所以我们家对那种西洋的歌曲，就是从很小就一直在听这样子。哇，真的是相当棒啊！对啊，像我们之前有一位朋友，他小时候拿到那个声乐的录音带。他都唱声乐了，啊，真的是环境的影响。对，哦，那个时候就长辈都在唱西洋歌曲，那一定会的。哎，而且西洋歌曲那个英文这么多，你怎么背啊？对呀，哎，而且雷雅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对，在友台的这个节目哇拿到奖金的第一个歌词方面嘛，对，你是怎么样背的？太强了。其实刚开始。英文歌啊，我大概在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唱嘛，但是我唱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在唱什么，就是一直听一直听，是，然后就是去学唱，就其实有点像在学母语歌，因为有一些母语的古调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在讲什么，但是你听久了之后你就会跟着模仿它的发音，然后久了之后人家就会以为说哇你很会唱英文歌这样，然后又说你英文应该讲得很好这样。其实没有啦，就是其实只是很会唱这样。啊，真的，你有没有在表演的时候唱下台的时候，外国人一直跟你聊天这样？就有，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还不会讲英文，然后可是唱得很好。对，然后老外就开始一直讲说 Hi。How are you？ 然后我就 Yeah， 我就回他 Yeah。哦，唱得太好也是烦恼了，真的。后来我就因为这样，我就开始发愤图强去学英文，至少那个基本的对话我要会了，这样对。哇，雷雅，当初如果没有在演艺圈的时候，你会想你现在会从现在在哪里？如果没有进这个圈子哦。我觉得我还是会唱歌哎，还是会唱歌。对，就是可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可能就是会变成那种走唱歌手之类的，因为从国小吧就爱唱歌，然后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之后，我就发现唱歌可以赚钱，因为有奖金，然后 money， 对，有奖金，然后有奖品，而且以前。歌唱比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部落的歌唱比赛啊，它的奖品都会比那种运动的还要好。哇！因为运动不是跑步跑很辛苦很辛苦，然后是毛巾、牙刷、肥皂，叫你去洗澡、洗碗巾什么的。可是好累的去洗澡。对啊，可是歌唱比赛就会有那种会掀开会有好多层的那种铅笔盒，哦，以前不是流行那一种吗？就是打开就哇，好多机关的，有削铅笔、放大镜，对，哇，22色的那种水彩，对，哇，那相当精彩了，对，所以就觉得说哇，唱歌好像啊是不错的发展哦，这样，对，从小就有这个体验 ，money， 对啊，可是有没有曾经就是很低潮，然后想说。啊，我转入幕后好了。其实有哎，就是唱久了，尤其是说你在 pub 里面驻唱啊，其实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唱歌变成一件很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我那一阵子我会一直觉得说，就是我好像怎么唱大家都不喜欢听，然后就。导致我会变得我在台上很不开心。应该是你自己多想，对不对？对啊，是你自己。其实大家都是跟我讲说是你自己多想，然后我后来回去想想，其实真的是你自己在吹毛求疵，因为你唱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声音。对，但是那时候我一直就是会想要很用力的去讨好台下的每一个人。哇，那只要有一个人。
比如说我在唱歌的时候，他挖挖耳朵啊什么，我就会那种啪，他不喜欢，亮脸是小，对我就会觉得他不喜欢我唱歌。不是雷雅是挖耳朵，这个超完美主义吧？哇塞！对，就会那时候其实真的是低潮到我把我驻唱的工作把它停掉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唱下去，但是后来其实也是跟回到找回宗教的信仰也有关系，然后就是我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之后，自信对，自信，对，自信之后，然后就现在对唱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不管什么场合，我就是开心的唱，那也不用太去在意说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说拍手说哇好好听这样。你是怎么样灵机一动组成这个周女？周女啊，其实周女啊，不想谈着。周女是因为她其实也不是我组成的，周女这个概念是在我姐姐在差不多2005-2006年的时候，我们聊天的时候其实就有聊过这东西，然后刚好在2008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妙的一个时间点。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刚好五个周族的女生，我们就聚在一起了，而且在北部。我们那时候其实本来就是在北部工作嘛，但是五个女生都不认识。哇，对，就本来都不认识，就除了我跟我姐姐认识这样。那其实五个女生呢就很奇妙的在2008年之后聚在一起。那我姐姐就讲说其实她很早就想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因为我们也想要一起就是对母语有一些贡献，那我们都会写歌，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学一些母语然后把它写成歌，那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专辑叫周女在唱歌这样。是是是，对啊。那雷雅对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想法跟规划？其实接下来我们因为周女其实也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很新的作品出现。那最近呢，我们又重新的，因为大家工作都刚好都告一个段落，我们有时间再聚在一起去做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周女呢有在做一些规划，那希望是会从台湾的巡演开始这样，然后再看可不可以去内地呀，或者是东南亚这样。其实高丽亚她现在也自己在筹备她的那个歌曲，有对对对，同时进行，太棒。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雷雅回到我们的当中，而且带给我们这么舒服又这么激奋人心的歌声和音乐。没错，喜欢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要记得哦，下周六同一时间9点到10点半锁定我们的 Music 到天亮。最后呢，雷雅要继续带给我们这一首嗨歌。
不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说不能谈，不敢碰。Oh my God, you're killing me. 恐惧、羞怯、不愿面对的禁忌话题，这次将彻底解放，无所遁形。2012世界公式大展精选，解放禁忌，台中、台北、高雄震撼登场，详情请上公式官网。就对了，跳！下去最高就最高，你没有打到我，放神呐！哥哥，我问你哦，你为什么喜欢跳舞？因为跳舞让我觉得开心。西班牙籍的赖甘霖神父尽管已经高龄95岁，还是健步如飞。他经常自己一个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到医院去探视病人，帮助病人。赖神父说，哪里需要他，他就到哪里去。他走过中国大陆、菲律宾、东帝汶，最后在台�湾落脚，住了40多年，在台湾大学教药学伦理和拉丁文，坐育英才无数。他走到哪里就爱上哪里。赖神父说，
要和你所处的地方谈恋爱，你才会快乐。神父，神仙，神仙，降福你，保佑你，阿门。阿门。神，你要快乐，就是你应该爱那个地方，爱那个人的地方。已经融入台湾社会的赖神父，对于台湾社会高龄化的问题非常关心，经常提醒教会的志工要关心台湾的老人，让他们可以过得更健康更快乐。赖神父跟着万华老人服务中心的学员正在一起做运动，顺便借着这个机会自我检测一下身体的状况。赖神父说，牺牲自己，多关怀别人，你就会忘掉痛苦，忘掉年纪，得到更多的快乐。爱人如己，第一，可是假如你要活着很好，你彼此相爱，也牺牲自己为别人，关怀别人，你一个人不能做，可是你跟天主、跟耶稣、跟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你能够做，牺牲自己，到底为爱别人。危险！停停停！嘿，有人英雄救美耶！以后啊，我们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大客车转弯时，必须保持更长的距离才安全。